双手，不流汗也不发抖，交杂在微笑的背后，暗藏危险的轮廓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。Yeah，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，很温暖，很包容。也许还期待，这是致命的冲动。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